板，你再忘我加薪，我要辞职。哎，等等，你别冲动啊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吧。OK， 要怎么各退一步？我们各退一步，我不帮你加薪，你也不要辞职，这样 OK 吗？我从18岁开始工作，慢慢的5万、10万，到现在100万了。哇，好厉害！你怎么做到的？哼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越欠越多。